烙好之后翻过来烙另一面，也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次烙的那一面。这时候你就要开始不停地转动了，这样呢饼呢受热比较均匀。等两面都上了浅浅的颜色之后就可以了，不用烙的时间太长，时间太长饼就干了。然后呢我们就用木铲轻轻地把饼的四周都推一遍，这样的作用呢就是饼的之后呢你就要盖电饼铛的盖子。翻过面来之后你就可以用你烙的第一张饼当盖子了，这时候就不用盖电饼铛的盖子了。也就是说饼定型了之后你才可以用第一张饼当盖子，否则的话呢就会把那个面压变形了。一面烙好之后再翻另一面，不着急，但是也不要烙过火。大家注意没有，我的饼总是放在靠近电饼铛边缘，因为呢电饼铛的中间温度比边缘要低。我要是把饼放在中间呢，边上熟了，中间总有一块熟的比较慢，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到边上，然后把饼不停的转，这样熟的就比较均匀。两面都烙好了，又开始用木铲把饼四周都推一遍。好，四张饼都烙好了，切开给大家看看，层次还是很好的，而且非常软，吃起来香甜软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